Sion. Bought a CN, ZN, bad CN. Goodman bought a CN. Come enemy double kill. <笑>我听到的尖叫，坏了，这把打大僵尸，打三还是黑切好了。 好快的逃跑！ 虚空怪物操作，人类终究没能拯救世界。 刚刚是 Q 神要打到就好了，打到要拉回来，他是说什么？大地的耻辱标志？不太懂他在说什么。就这样而已嘛。 好硬啊！突然，天空闪过灿烂花。我操，这就六级了，这么快啊！杀了我是六级，<笑>快死掉了，死掉了。哎呦，要吃度成 ，king。 这英雄是真的有够烦的，这样他不就没吃到吗？这笨蛋，他不会停一下。干嘛不往前？还好杀死。 不杀死挺尴尬。
短波线。我操！你也断线？我没事。一起毁坏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大招，这里还是不骚扰他，不然他一个大招我就要死。好肉啊，2000血，我的妈呀！一套半血，真肉！这砍了他半天追的。我听到了尖叫，哦耶！还想叫死个是吧？我这下路拼那么激烈，来喽！我操，这死哥，我想杀他耶！我一套就死了，还有个血量，帅的这，谁在等你？扬长而去，怎么打狗能排到了教你好了。打他的话，你可以带那个附属之符，然后带一个魔抗。哦，一刀，两刀。哦，不要拆我的渡城！你死哥都被抓了，你还在这一刀两刀，一刀两刀。烦死了！你队友都死了，泰格这一刀两刀，哇，还是一刀多了。除了冰拳反甲根本打不了，你就打狗熊了，那肯定的。哒哒哒哒。死哥打我刮痧呀！刮痧。战斗，然后受死。我要把一个肮脏的躯体砍断切开剁碎。我操，这么远的！啊，这还有大招，不好越了塔，你知道吗？
怎么说？小青年，不赌一赌吗？你就这么走了，你甘心吗？我操，真走了！为什么不尝试？为何要走？哎呦，因为很怕。滚下！你们这些凡人。为何要逃？因为很怕。为何要走？因为很怕。他是大招上线的是吗？哦，他是大招上线的吗？好像你这么一说，我还回想起来了。那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都是你的问题。我跳，抢到了。还是他开车去。杀 and 杀。哦，杀 and 杀。哦，杀 and 杀。哦，杀 and 杀。我杀！那我也没办法。哎呦，时间静止系列有点变态，说实话，你跟赛人搞这种东西。操！只要这副肉身还活着。哎呀，真的烦了！那狂风，这怎么还有闪现的呢？这就没办法了，居然还有闪现，这死亡，这死哥，坏了，死掉了！刚才是被逮到了，他居然还有闪现，烦呢！你在外放啊？这你看我直播，你还外放？看我直播，你还外放？20，我操，跟着杀人对象真烦，杀不了他多少次，他主要不想死。哦，杀600块啊，嗯，600块。Unstoppable， 就怕他有闪现。大招都不开，为何不开？因为不怕。哈哈哈哈，不怕。这他是不要命啊！真是的，我一直是外放，你还在客厅的电脑上看啊？这，那你爸妈会不会问说这个人是谁啊？算了，还是不讨论这个。你不只看，你还在客厅上，还在客厅看，真有你，真有你！哦，盯住了，让我来帮你们。好配合，哦，哦，这样子爆的，我操，那么爆的，你再 Q。你再 Q 我保证你死，跟你说 Q 来 Q， 哎呦，不走的，
怎么那么暴躁啊！我操！哦，可以，还行，还行。啊，终于可以，我不用战斗。这么痛啊！我操，这杀 and 杀，这九级干得我好爽啊！卡玛，等一下我也要干你，不能光你只干我，就等一下到我干你了。等一下我也要干你哦，这蛮王有点烦，他要拿图。哎，算了，我去单机先。有事插眼，这被顶起来，这跑得好快耶！我操，这蛮王在下路。这把是不是要没了呀？有，没开出来大吗？可以，算了，还是不去打架了。他们现在跑得太快了，以我现在的能力，还追不上他。哎。呜呼！我操！这十个打人还有重击的，蛮王出来拆完跑，刺激绿叉呀！我哥哥躲起来了。想逃，我的妈呀，杀 and 杀，哎呀，那么痛啊，哎呀，那么痛的，哎，这好烦。他这一个波动拳就直接801，能不能再痛一点呢？你干脆直接 RQ 我就死了算了，这进无尽之刃了。RQ 是蛮痛的，对。我操，刮痧，你这不会死了吧？你这打到不掉血。对面的 ADC 打我们的人贼痛，那你打他不掉血，这个我不卖啊，非卖品多兰剑，我去把再打个六，再打个450出来，400，再打个多少三400块应该够刷两六页了。这蛮王肯定要有人去管他。肯定有人要管这个小笨蛋，不能就这么让他带，把这个家给带没了。Hello， 狂风，狂风就有用的。好像还真有。被打到，我来了！我操，这么爽！你都没有大招，你在干什么呀？
好配合，兄弟。你在干什么呀，死哥？哎，别说，这路线是滑的嘞。这波就跟队友来的配合。Wow, amazing！ 这剑魔4774，今天主播又来晚了，没办法，我操！今天我做那个科目一的题，我真是烦死。做完这个科目一，我是真的有感觉，我感觉我都可以去考交警了，考交警，考医生，考律师，我操！我真的无语了，尤其是扣分题，这做的我想死，呼呼睡一天。你是卧干吗？嗯，卧干也是呼呼睡一天。我操，直接没了，我必须得去管这个门。没想到我在这里了。来嘛，砍！我带给你。凯宇，你的操作太水了，他的 QW 放得太歪了。应该打得过吧，我这里给压力他们应该都打得过。可以拿到三条，顶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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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急，磕三磕二磕二磕三，还有的让我急，真的。二三可二还有的让我急了，哈哈哈哈哈！萨恩的萨马上复活了，没关系，但应该没这么快。我感觉实操应该，感觉实操应该对男生应该来讲不是很难。啊，这么说你歧视女生了啊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只是说，哎，算了，这话说出来，我的问题，我的问题，不要打我！我是感觉我本人，我感觉实操应该对我来说不是很难。我学识够了，我应该先去学科目二先吧。我回上海了没有？最后一波，能不能来一波天神下凡？现在田木是不是天天打卡？好像是。我选了一个最不该考车的季节去考车，就是夏天。你还敢回头？回头？回头？你这有什么用呢？我操，这把游戏我队友这么猛的，一刀两刀三刀四刀五刀，明宝什么时候回上海？我在松江等，再看吧，到时候把家交卡。嗯嗯嗯嗯，啊，杀的杀。
Sign the sun.